大家都知道脚踝扭伤了要穿护具，膝盖退化了要穿护具，但是一定要受伤了以后才可以穿护具吗？护具的功能除了受伤后的保护，更重要的是还有预防伤害的功能。例如登山或爬楼梯时，膝盖在上下坡承受约4倍的压力，很容易会造成关节的磨损。使用护膝可以帮助分散膝盖关节的受力，避免损伤。搬运工人因为经常搬重物，腰椎反复弯曲使用之下，可使用护腰来预防经常性的过大压力或者是腰肌的疲劳。上班族常坐一整天，但坐的时候我们的腰椎承受了至少1.5倍的压力，如果姿势不良的话更可能超过2倍。平常就可以使用护腰或是骨盆带帮助舒缓肌肉的疲劳，也可以达到姿势提醒的效果。